们现在在瑞士的一个休息站里面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，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市中心了。你看现在机上，我们要走啦，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到卢塞恩了，是瑞士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景。对，还有半个小时。瑞士卢塞恩是哪里？喝就知道了。我们已经开了多少分钟啊？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。喝，我有水在这里就。妈妈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啊，都是教，都是钟声。教堂的教定。是的，教堂的钟声。我们以前来过的，跟茉莉他们家来的是吧？晚上来的，玩的是不花钱的景色。现在呢，我们跟佳佳一起来玩那个花钱的景色。哎，你看这个风好好看，你看那个山峰，你看到没？是的，然后佳佳在游，在拍游客。好玩，好玩，所以戴个墨镜。啊，顺着作业。也是在拍了。妈妈。哎。妈妈。哎。可漂亮在下面。可漂亮了，是吗？那你去下面。上面也很好看，你看那上面的那，你看那个风景也很好看。我就是有点冷，要把帽帽戴上。你冷不冷？冷的话去把那个帽戴上啊。大家有一对中国的情侣，是不是在下面？一对哥哥姐姐谈恋爱的，蛮好的。哦，不对，这是韩国的。哦，他们是韩国的哦。这个韩国电视剧就在这里拍的吧？那么挨着佛墙，你知不知道？蛮火的，就在直接拍的。好多韩国电视剧，哎哎，不准脱，穿上。哎，哎，好冷。这小鸽子一下子飞过来了。它看到找吃的，看到还是吃习惯了。小米，你小心啊！哇，你看，好漂亮。是的，好好看。小狗子，面食的好香啊！我们坐船，然后来到了这一个，怎么说是个缆车，然后我们还在吃东西，真的很漂亮。主要今天天气不行，我们起晚，我们把钱节约的就不吃，不在餐厅吃，就在超市随便买了一点。啊，我走远一点，是不是山景啊？我们人走开就会觉得是画，是一幅画，但是人进来就是不是画。啊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们三一家三口啊，还有两个人。三个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两个人，我们在等到这一个缆车，它七点钟开始营业，啊，可能就这一个。七点了。对呀，七点啦。来。OK。这个缆车。对对对。这个位置。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服务，就是吃早餐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预定，然后它就有个桌子，就可以吃早餐，边吃早餐然后边往上面看。我那三个机场时间下来半个小时。妈妈，对，那个人必须得要跟我们一起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看看他，你问问他的。好难呐，很快就是要用嘛，就是看着要的。不强晕车用，那是哇，你看到那个？你看这边，啊，你看那个，那边有太阳，旁边有没有太阳？嗯。
那边整个是太阳了。嗯。Nein, da habe ich哇，你啥都不怕吗？嗯。哎，小朋友，你看有滑雪。妈咪，你看这句滑雪。不知道，等我看看。来，小妈，我们等会儿就下去。前面是太阳的。嗯，是的。是的。等会儿。姐姐来看。我们跟人家说一下，我们等会儿有时间到日本。你在看哪边的？二米三来着。哪边还不敢跳空中？哦，你看有人还在，因为小狗狗。连摸。哦，刚刚这个是小狗狗。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. Thank you. 等会儿我问问他。Excuse me. Next time is the one. So next one is leaving. Either in 3 minutes or in 1 hour. Three minutes. Yes. 3 minutes is better. Okay. Or 1 hour then. Okay. 是说啥？我问他下一班是几长时间，他说要么3分钟以后，要么就是1个小时以后。那我们要3分钟了，是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看，是啊，就在这里。赶紧抓紧时间拍照打卡。Yes。他们在这里学啥？他们在这里休息的。是的，他们是徒步，他们在离开你有个专门的露营站，在这高头山高头睡觉的。走吧，老爸，走吧。Okay, thank you so much. 去北京。我们又下来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再去赶下一班的船，7:45有一班船，那么刚刚好，我们走下去就是时间就到了。这山还挺高的，而且有可以徒步，就是穿着就像他们一样去徒步的好地方，很漂亮风景。我们就准备回家了，未完待续哦。